现在是中央党部哈，那现在这里是多少？哦，好，来来来，动算。韩国瑜，动算。韩国瑜，动算。韩国瑜，动算。啊，对，我们现场碰到的这一位是我们的钢粉，韩国瑜的钢粉。我跟你讲，他的凯道啦，在激动节，全部哦，他都有参加，他真的是很热情。对对对对对，高雄的。对，那你希望今天的结果是什么？他是钢粉，一定就是韩国瑜啦。好吧，当选我们的2020年的总统啊，韩总统。好，好啊，谢谢各位网友哈，我们今天很高兴采访到他哈。钢粉，他东西很多。